在山东进行外贸备案的企业有近8万家，但是没有一单出口业务的就有24000家。为唤醒大量冬眠的外贸企业，山东搭建起综合促醒平台，打好外贸攻坚战。山东的另一个促醒高招是通过建立信保资金池，提振交易信心。不久前，省政府筹集3000万元，在阿里巴巴上为山东外贸企业买保险，每个中小外贸企业都可以得到3至15万美元的信保额度。信保额度提升到近10万美元的泽天数控，成功打开了非洲市场。你如果连个信保额度都没有的话，你是零的话，客户买你1块钱的东西，他觉得都不放心。山东省政府和我们一起为企业来去背书，我一个客户也是通过信保服务，在短短2天时间内已经下了25笔的一个信保订单。让未开张的企业新开张，为已开张的企业拓市场。山东通过引进和培育外贸服务平台，设立互联网+外贸合作资金，今年以来已成功唤醒2000多家外贸企业。